金属的氧化。感谢翰林电子教科书以及网络资源维基百科部分实验影片及图片的资源。同学，这个是钠，我们从矿物油里面取出一小块钠，放在玻璃片上面，以夹子跟小刀将钠切成一半，然后观察这个钠的新切开的表面是不是都闪耀着银白色的金属光泽。在上学期的实验当中呢，我们是把钠放到水里面观察它的变化，而今天我们利用燃烧池将钠放在燃烧池里面，移到酒精灯焰上面加热，然后离开了酒精灯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温度还很高的钠继续的冒烟，不久它居然就产生了光亮的燃烧现象出来了。请仔细观察这个钠的燃烧火焰是什么颜色呢？是的，今天看到的这个实验就是钠的氧化，其实就是钠加氧产生氧化钠的一个氧化反应。当然我们不要忘了化学式的平衡，氧原子有两个，反应之后应该产生两个 Na2O， 同时钠原子需要四个，所以确切的氧化反应是可以表达成 4Na 加 O2 反应产生 2Na2O。 而且钠在空气中加热呢，你可以看到它是离开酒精灯也是可以很容易的起火燃烧的，火焰呢则是呈亮亮的黄色。接下来让我们点燃镁带来观察镁的氧化现象，请特别注意镁带燃烧会产生刺眼的强光，最好呢是佩戴护目镜来进行，并且不要注视过久啊。这个镁带呢，它的燃烧也是跟空气中的氧气作用产生白色的氧化镁的现象，当然反应式我们也是要把它平衡完整，两个 O 所以反映出两个 MgO， 同时也需要两个镁，所以镁的氧化反应是 2Mg 加 O2 反应产生 2MgO。 镁带燃烧发出白色的强光，以前的照相机要补光的时候会利用燃烧镁粉，所以又称为镁光灯，但这个可是需要很丰富的经验哦。烧得太少呢，不足以曝光；烧得太多，又搞得乌烟瘴气。现在拍照已经不再是用镁粉的燃烧来作为补光的工具了。再来，让我们看看锌粉的氧化现象。同学，请看影片中灰白色的锌，我们将它移到酒精灯上面加热。观察锌的氧化现象，表面这个地方开始出现了亮光，锌粉也是可燃的。那么离开了酒精灯焰之后呢，自己产生的热能还是可以继续燃烧，但是逐渐的表面的白色物质覆盖了之后呢，看到燃烧现象好像停止了。此时让我们用探针或者是燃烧纸把它转过来，表面剥开之后，当内部的锌粉再度接触到空气中的氧，又可以继续氧化，产生氧化锌。锌氧化的化学反应式可以表示成 2Zn 加 O2 反应产生 2ZnO。 锌燃烧的火焰是黄绿色的，同学可以用这个图的放大效果来看看。让我们再来看看铜的氧化现象。刚我们取一小块的铜箔，一样把表面擦干净，因为呢金属表面难免都有一些些的氧化的情况，所以我们用砂纸呢把铜箔磨亮亮的之后呢，去除表面的氧化物，一样放在燃烧池上方，借由酒精灯加热。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原本是红色的铜，慢慢表面呢出现了颜色的变化，可是并没有火焰产生。在这样的高温下，铜虽然没有办法产生燃烧，出现了火焰发光，但是铜依然是氧化产生了黑色的暗棕色的氧化铜。铜氧化的化学反应是一样可以把它表达成 2Cu 加 O2
反应产生二 CuO， 而这个氧化铜呢，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刚刚擦用砂纸所磨亮的铜片的光泽的颜色了。所以结论是铜不容易燃烧，它只有在表面产生一层黑色的产物。让我们来比较钠、镁、锌、铜这四种金属的燃烧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常常会利用燃烧来表现物质对氧的活性大小，也来用燃烧来观察物质的氧化的现象。首先，钠的燃烧，钠非常容易起火燃烧，它的火焰是黄色的。镁带它可以起火燃烧，不过它是没有像钠这么反应这么快，可能要加热一阵子，会产生白色的强光。而锌呢，加热一阵子之后呢，它可以起火燃烧，离开火焰，表面的物质可能要挑开，内部才会继续有燃烧的现象。锌粉的燃烧火焰是黄绿色的。铜没有燃烧的现象，它没有火焰。这四种金属的燃烧产物呢，都是氧化物。那钠的燃烧产物是氧化钠，化学式是 Na2O， 是白色的固体。镁的燃烧产物氧化镁，化学式是 MgO， 也是白色的固体。而锌的氧化产物是氧化锌 ZnO， 也是白色的固体。很多的药膏都是有氧化锌成分哦。最后，铜虽然没有燃烧的现象，但是表面也是会产生暗黑色的或者是深红色的暗红色的氧化物，而让铜片失去原有的光泽。